上我们的这个祖先啊，就很有智慧啊，透过啊工匠的这种啊技艺来造福人群啊，让我们生活上的各种的，不管是啊家具啊，或各种的这一个营建啊木工啊泥水做等等，来丰富我们的人生哈。那现在大家又回到这个时代，认为说啊创客教育啊跟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。那我们台东市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哈，来发扬这个我们讲的啊工匠技艺啊跟创客的精神。